心情来听听好听的歌声。当摇滚铁汉赵传碰上了摇滚王子萧敬腾，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呢？其实两个人要在10月中旬同台飙歌了，而在昨天两个人特别到录音室来尬歌，两个人身具爆发力的高亢音域，就是要挑战歌迷的耳膜强度。一位是重金属乐团出身、充满酷劲的摇滚铁汉，一个是拥有绝佳歌唱实力的酷帅摇滚王子。两位音乐高手过招，下午彩排练团暖身，小试身手，合唱这首老鹰合唱团的经典歌曲《Hotel California》。看到他。就是看到像是这个新一版的那个啊，当年的赵传这样子。很喜欢传歌嘛，那啊也很尊敬，也很崇拜。两代实力派的摇滚酷哥，十月中旬将首度同台，届时的演唱会现场拿出更多的功力，双高音飙唱过招，准备要挑战所有乐迷的耳膜。